这个知道谁当选之后的第一场直播，第一次，要不要一起？真的要加？赖清德怎么会有能力把几千万拿来捐款？这证明什么？他还有几亿啊？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才是问题的最大的关键，好吗？就是退出新潮流。第二个就是彻查论文门，拉肚子，差一点毙命。后面两剂药方没吃，我保证他药到命除。你们最大的敌人叫做，这是一招好棋，这叫做二桃杀三士。说他想要阻隔，让当行政院长，你与狼共舞啊！大家等着看。好黑啊，太可怕了。好，那因为呢，今天的直播正好也是选后，就是这个知道谁当选之后的第一场直播。第一次，要不要一起哭一下？真的要抱头痛哭一下。最近赖清德不是捐了什么几千万的那个吗？赖清德怎么会有能力把几千万拿来捐款？这证明什么？他还有几亿啊，可以在他的身边可以随便取用啊，不是这样吗？今天对我们小老百姓来选举，选一场举下来是不是六级 day play？ 他竟然还可以把选举的补助款几千万捐作公益，可见什么？这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当大善人啊，是他怎么会有这么有钱到五千万不当一回事？要是我选，我一定五千万赶快留下来用。为什么？因为我一定选的是那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对不对？不知道多少贷款的钱，所以大家要看新闻要这样看呐、所以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最大的关键，好吗？2006年，民进党全代会就已经做成决议了，解散派系。各位如果不健忘的话，去查一下新闻。2006年的8月份，民进党全代会做成决议哦，解散派系哦。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案子，两岸并成，就是柯建铭提案。柯建铭提案是说，修正案就不要解散派系啦，但是派系不得这个募款，派系不得这个找，不得请这个执政党员官员做专案报告，然后派系不得做这个介入国会运作的实际的操作，诸如此类。所以2006年民进党的全代会是民进党的最高民意行使机构，就是。等于是所有的代表大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做成决议，这个东西的决议相当于民进党内的宪法，所以我们按常理来讲，民进党没有派系啦，你干嘛解散派系？干嘛退出派系？就是民进党的派系已经解散了嘛？这证明什么？赖清德讲这些话根本就是毫无意义啦，因为他们在18年前就已经。解散了派系，他说今天说他要退出派系，其实这什么意思呢？而且不过这个对赖清德来讲，我个人还是给他很评价了，还是好乖乖啦，因为他是听我的话嘛。我在选前3个月就跟赖清德讲说，我说你要赢啊的3个方程式，不然你会选得非常危险。第一个就是退出新潮流，第二个就是彻查论文门。那你既然彻查论文门之后，你就会知道蔡英文就是假博士。所以第三件事情，作为一个党主席，你就是要开除�蔡英文党员。我当时开了3剂药方给他，我是在证明制宪海外的独派的研讨会当中，我给他的3剂药方，结果他选前1剂都没有服用，所以他选的非常非常的危险，拉肚子，差一点毙命啊！如果不是蓝白对立，还不是蓝白不合，是蓝白对立。如果不是蓝白对立的话，赖清德铁输啊！好，那再来。进一步往下推，那赖清德退出派系，可是他只做了我给他的3剂药方中的1剂，后面2剂药方没吃，我保证他药到命除。接下来4年我会缠着他们这个团队不放。就刚刚讲的2件事情，我们在选前呢，我寄了一本书到赖清德竞选办公室，也寄给萧美琴，也寄给赖清德，叫做《恶官三》。结果我们寄给很多候选人，就只有这两个白目，而且完全呢把这个公平正义践踏于脚底下的候选人，他竟然干嘛呢？他竟然把2本书原封不动的退还给我。哦，过一阵子呢，我用正式的方法提出检举，如果他们仍然是不当一回事的话，我就告渎职。好，那总之赖清德跟萧美琴，你们一定要记得，还有民进党，你们要记得，未来4年你们最大的敌人叫做彭文正，记得。我
会用所有的力量让你们这四年要面对台湾的公平正义，不然的话你的日子绝对会比蔡英文更难过。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再讲一遍，对我来讲我因祸得福啊！我现在留在美国我是因祸得福，我坦白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中年要移民，要这样整个把我所有经营的这个根全部 给这个换掉，然后到了一个流浪到异乡。但是命运既然如此安排，好，就像摩西这一生也没有想过他要在旷野40年，但是就这样了。好，那国际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大牧者，在大概半年前，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维基百科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讲宗教界，但没有人不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恩赐的牧者。他曾经按着我的手祷告，他跟我说 ：“Dennis， 你呢？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你不要把它看成只是一个小小的护照被没收的事件。他说，你去看看但以理，或者是在圣经上有许多的约瑟，有许多的人，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你要看到一个 bigger picture。他说你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图像或者意象。他说这个才是你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当中要去想的。意思就是说，护照没收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上帝透过这件事情要带给你或带给这个社会的，可能是一件更大的事情。所以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意象。那我听了以后，当下我觉得没有什么，我就是一个街头艺人。不过后来我想一想，对，也许就是要让我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像是黑暗中的一盏灯，点亮之后可以照亮更多更多的黑暗。所以我想说，好啊，那未来四年我一定尽我的全力，用我这个在台湾呢罕见的人权迫害的经历，跟蔡英文在国际间的这个诈骗，我要点燃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呢知道礼义廉耻不是口号，是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实践的准则。我如果是赖清德，我知道我只有 40% 的选票，而这 40% 的选票呢又只是整体投票率 70% 中的 40%。 所以从数学上来看，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只有 28% 的台湾人民或者台湾选民表达了支持我的意愿。28% 是非常弱势。我如果是赖清德，当然赖清德没有这个智慧，他也没有这个胸襟，我就开放这个联合内阁。但是呢，这是一招好棋，这叫做二桃杀三士。这个棋一抛出来之后，国民党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民众党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啊，但是我可以借这个机会呢，让小党一方面收编，一方面开诚布公的告诉大家说，从此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是全民的政府，不是民进党的政府，也不是新潮流的政府。我希望赖清德有这个胸襟，不是只是这个策略啊。当然我不看好他这个人没这个格局。第二件事情就是立法院院长如果到头来推出来变成是仍然是游锡堃或者是柯建铭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蔡其昌，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意外。我现在跟大家来这个教一下数学。你看哈，国民党是最大党，52席没有用。为什么？没过半。只要没过半通通没有用。好，过半了也未必有用啊。当年民进党有一个叫张进成的立法委员，他亮票，后来呢他坦诚，对吧？那后来人家就是说肉搜他，说他好像2000万被买掉还是什么东西的。反正要收买一个人不是那么难，非常容易，我待会再告诉大家怎么回事。来，民进党51票，国民党52票，另外两票呢是苗栗的陈超明跟无党籍的高金素梅，两个都是无党籍，这两个人倾向于泛蓝，好，但是也不重要。8席民众党看起来是少数，关键少数，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变聪明了，所以呢对这8席的态度是若即若离。结果民众党自己先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说他们不跟蓝绿玩，但是最后会不会被丰厚的条件而改变主意，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就又变成了这个一句名言嘛，天底下没有买不动的人或事，只有买不动的价钱。
如果价码够高的话，有没有不可能？当然可能啊，我随便乱讲啊。赖清德突然宣布，或者是抛向这个一记这个回力镖，看你柯文哲怎么接，说他想要柯文哲阻隔，让柯文哲当行政院长。你说柯文哲接还是不接？接就完了嘛，接了表示什么？你与狼共舞嘛。那不接呢？不接呢？那可能人家会觉得说，你讲了这么多，你的这个政见啊，你要什么这个要什么透明，要公开，然后一下高端一下这个，现在权力给你，你不要。啊，但是我赖清德也没那个智慧，他也没那个胆，因为柯文哲把这碗旁鬼料，他的古用话旁体，啊，所以这个可能也行不通。但是我刚刚只是做个比喻，就是民进党只要给足够的筹码，怎么会没有可能从不管是民众党或者是从国民党去挖人呢？好，现在要注意一件事情，民众党的可能性比较小，是因为你知道一个人被开除党籍就立刻丧失了他的不分区立委的席次，他的这个资格，所以只要是不分区的人一定是团进团出，所以民众党一席区域都没有，这八席不分区绝对不会跑票，一跑票立刻开除，一开除就没有跑票的问题了，就立刻失去资格。所以我认为民众党会八席全部不出席，当天选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时候，他们会用杯葛的方式，甚至会参与拉白布条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杯葛。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可以把这八席的民众党当作不存在。好，113席减八席，剩下105席。高金素梅跟陈超明呢，不是顶好买啊。那接下来民进党会干什么事？国民党的51席当中，有35席吧，差不多是区域立委。区域立委是什么意思呢？区域立委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党约束不了，靠自己选上。第二个特色是身上呢一堆官司，几乎无人例外，只要选举过的一大堆黑资料都在情治单位的手中。所以今天民进党很简单，他怎么对付高虹安，怎么对付当时的赖清德周边的新潮流，他只要把这个国民党党内几个身上已经有案底的人找来谈一谈，这票不就过来了吗？大家等着看，到头来如果民进党拿下了正副院长，你们的眼睛镜片不要跌破，跌破要赶快去换新的。好黑啊，但我听了每次彭批的预测大概方向都会是准准准的，所以就这段时间呢大家再看吧，太可怕了，这些政治手段呢，果然就是这些会耍政治手段的人，难怪他们就是位置哈，到现在可以持续的拿在手上。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